日前某天下午，搜狐视频在路上撞见姜文的爱车从家中驶出，并且开往顺义某家国际贵族学校后停下。随后车中下来一位保姆模样的年轻女孩，女孩下车后直奔学校门口。不一会儿，一名身穿校服、留着可爱寸头的小男孩在保姆的带领下朝座驾走去。搜狐视频仔细观察发现，当天从学校走出的男孩正是姜文的次子，其虎头虎脑、一脸倔强的神情和父亲姜文非常相似。而早前搜狐视频曾经在机场撞见姜文携长女姜一郎回京，眼前这个小家伙和姐姐的长相也十分酷似。保姆照顾姜文次子上车后，搜狐视频随即发现当天驾驶座驾的正是姜文的岳父，岳父大人亲自接外孙放学回家，可见老人对其十分宠爱。据悉姜文的次子就读在这所学校，也是很多明星子女在此上学，王菲之女李嫣便是其中之一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